今天我们来砸场子。据说这里有个新款电饭煲，卖到了3000万，这么贵，值得吗？来了，九阳30周年暨太空科技系列3联名新品发布会，致敬伟大的小问题。我倒要看看它有什么黑科技。这个发明专利的数量应该是吊打很多科技公司的。九阳从发明第一台豆浆机开始，从中沉淀了3大核心技术：电机驱动技术、智能温控技术、营养萃取技术。没想到九阳打通了多个品类的任督二脉，接连开拓创新，打造出一系列的品质小家电，连宇航员的饮食健康都能交给他包办了。九阳这些年的发展确实有点猛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次的电饭煲新品。一般电饭煲用久了涂层脱落会越来越严重，内胆元素析出健康隐患非常大，而九阳零涂层不粘电饭煲从最开始诞生就是不锈钢材质的内胆，这台2020款内胆用的还是 316L， 从源头杜绝健康隐患。而这个2020款九阳零涂层不粘电饭煲40N9U Pro 竟然说自己零涂层，还实现了8小时长效不粘，先拿现场这个小的内胆体验试试。哇，真的一点都不粘，故事谁都会说，如果东西不实用都要锤。买回来了，上狠活。我去，有点东西啊，这都没蹭出东西来。零涂层是真零涂层，但你们知道吗？别人家的不粘都是靠涂层实现的，那他零涂层真的不粘吗？我们用刚包好的米饭直接一整锅倒扣出来看一下。哦，米饭相当完整啊，内囊里的米饭居然也真的不粘。九阳不会是零涂层不粘电饭煲的放着，采用的米粒活化悬浮弹技术，在内囊表面形成悬浮水的膜，将米饭托举到悬浮的状态，达到内囊刚性不粘米粒的效果，直接拿下国标二级不粘。而且就算中午做饭晚上夜宵再吃也不会粘。还有这个质感控温技术，好比通过油门和刹车精准控制升温和降温，实现完美烹饪曲线，煮出来的米饭 Q 弹香甜。好吃就算了，现在还支持8种米种混选，能做出口感可嚼的10A级好米饭。而且每次煮完饭居然还有口感反馈收集，能让下一次米饭口感更好的，这个真是健康不粘更好吃，挑不出什么毛病。据说未来10年还能不断升级为300种米种，这跟买了一个10年不用换的饭包有什么区别？可以说九阳因为做好了豆浆机才能做好零涂层电饭煲，这回真打脸了，这碗是真零涂层真不粘，有需要的可以冲了。